大海退潮了，我又来了啊！好久没来赶海了，今天带大家来找一下各种贝类。发现了一个啊，发现了一个巨无霸啊，超级大的生蚝，哇，都夹不起来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超大的，斜拔子啊，哇，好大呀！这个可能都要长个七八年才能长这么大。好了，收了啊。发现了一个张开嘴的大扇贝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哇，好多肉啊，收了收了啊，这个做一个烧烤蒜蓉粉丝非常好啊，收了啊，快来看啊，快来看，发现了一个大海的推土机啊，哇，看看还在蠕动了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，哇哇，好多水啊，收了啊，猫眼螺。大海里的猫眼螺啊，收了啊，收了收了，发现了三哥在开会的大海里的丁螺啊，海里的丁螺好好吃啊，这个里面都是黄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，大海里的丁螺收了啊。